欢迎大家加入 UP 主的战争机器我的俱乐部啊，在这里你可以和各种各样的朋友联机交友。那么呢，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国语配音的战争机器五是种怎样子的体验。回顾 Gears。我们以前保护卡克的聚落，现在却要去抢劫。抢劫就是外来者做的事。少尉，你很忙吗？听着，我们村子没电好几个星期了，我们很需要这个。我才不在乎那该死的装配机，你带走我的人。怎么回事？长话短说嘛，卡克快来了。你们保证过不用行动刑案就能偷出装配机？这跟装配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你们做了什么？吉恩对我们的指控是把他的人带走了。是啊，不知道什么意思。把装配机搬到发电厂，然后安装反向器。你知道吉恩会回来对吧？我们得立刻离开。妈，凯特听好，你们得躲起来，然后得逃走。听着，你跟我一样明白，他帮得上忙。我们的村子被攻击了，而且我妈被抓走了。被抓走？爸，你先看看这个东西。该死！各位，我以为你不是在逃离抗。没错，可是那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得穿越那要塞，去另一头的废弃鹅矿矿场。因为战争结束后，卡克把数千具兽族尸体扔到那里。如果风涌族跟兽兵有关系，我们会在那里找到答案。他们抓走人类，然后利用他们。如果我们救不回他们，那么我想我们得孤军奋战了。该死！我们的确找到了他们的源头，还有抓夺兽去的地方。我爸还活着，而且他在下面。在那软夹里，我连上他们的网络，这整个该死的蜂巢全都连在一起。兽族并没有死，这弟，凯特，你妈妈她还活着。她在哪里？而且她跟别人不一样，没有被包在软夹里。如果我被释放，我会死的。没关系的，他希望你能收下这个。是我外婆的，我从不了解他。
凯特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你看她都快要睁不开眼睛了。别担心她，她可以的。好了，我们快到巴德给的坐标了，欢迎来到雅祖拉。你上次睡着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大概睡了8到9分钟吧。做噩梦吗？会变好吗？会越来越可以接受。好了，看看我们有什么。快点，拖上绳子，准备降落。我们谁要先跳下去？绝对不会是你，戴尔，我没事的，好吗？你当然没事。哦，可恶，戴尔谢了。稍慢，我们要出发了。收到，我们在这上面待命。待会见。哎，戴夫，要来吗？好了，控制中心，我们要进去了。叫我控制中心，来这一套，我有名字的，真是没礼貌。这是规定，巴德。控制中心，我们已经违反够多的规定了。吉尔不知道的话就没差。这是我做的决定，行吗？如果首席部长不喜欢，他大可以骂我一顿，反正他99%会骂我。控制中心给地点就对了。我尽量，但记住，那设施已经有25年没人去过了。是啊。蛮明显的，你们是去发射一具旧式的黎明之锤原型，不是度假。你的消息说有一座发射井完好无损，对吧？啊，就他们所知是这样。戴夫只要到还能运作的控制室，他就能执行发射程序。戴夫，灯光。记住，这座岛上有很大的兽骨埋葬地，要是孵化，都会被蜂蛹族淹没。用这种方法返回雅祖拉真疯狂。哎，快回来！该死！什么鬼啊！要怎么搜索崩塌中的建筑物？要快。来吧，从辅助部过去。巴德计划从这里发射卫星，好像有欠考虑。巴德最擅长想出有欠考虑的计划。巴德怎么知道这里有黎明之锤卫星的？我的父亲在去世前向巴德透露了一些卡克的秘密。这座岛上就有一大堆秘密。哎，看那边，说不定有用。戴夫，捡回来。啊，没想到这里还有尸体。从雅祖拉活着回来的人只有个位数。得穿过去。
好，走吧。退后，又有东西垮下来了。看看是谁来了，大夫，送个脉冲来看看对手是谁。啊，在这里。你要怎么做？这个我来处理。确定了，亚祖拉埋葬地还在浮动。好吧，乌鹰号在空中待命，需要就跟我说一声。我们暂时应付得来，完毕。我们得快点找到发射井，在风影族把他们全拆了之前。嗨，我们可以从这边下去。搞什么？可恶，抱歉。凯特，你头痛的毛病实在是……我没事，好吗？去找发射井吧。珍重生命，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好。我会活下去。这里太多蜂巢了，到处都有新的埋葬地孵化，这样更有理由启动能量之锤了。希望杰恩也是这样想的。其中一座发射井，但它已经毁坏了。没关系，还有两座，其中一座还能运作。希望你是对的。我们在这岛上结束过一场战争，等黎明之锤升空，就能再次结束战争了。老伙伴说得好，控制中心通话完毕。没办法直走，火箭基地是还剩多少没毁啊？找找看吧，你们往右，马可斯跟我往左，我们会找到发射井的。听起来不错，要保持联络。你确定吗？两个发射井，两条路，你有更好的主意？戴尔，舱口，跳下去。正好像某种排气道，可以通往发射井吗？只有一个方法能知道。不能动，杀了他们！他们呢？还有吗？继续推进。Oh!
带库，慢冲！想怎样离开这里？好，大夫，你能打开吗？天哪，我觉得他们想要拿这里当巢，无所谓，反正这是座孤岛，离对岸有好几百英里远。嗯，我们还是确保我们会在那之前离开吧。看吧，大夫搞定了，去找发射井吧。要下去了，哎耶！发射井真麻烦。这下面。糟糕，有敌人。JD， 我们在你上方。我看到你们了。如果有状况，我们可以从上面提供支援。告诉我们目标是谁吧。好了，就现在，开火！大人，小心，有颗破片手榴弹。小心，是风涌族！糟糕，带人兽！控制中心，我们需要援军，现在就要！一小队，雾鹰号快进入下城了。好了，小子，援军来了。我有守护者跟 DR1， 你要哪一种？派守护者下来。就这样。大夫，脉冲！在这里，终于。小帅。复原区域确认你已经安全了，非常感谢您的协助。
外控制中心，代元兽死了，谢谢你帮忙。迪比，你们一个守住这里，另一个跟我们走，来吧。了解了。不行，锁住了，我们要想办法打开。戴夫，查看控制面板。据我所知，他正在开门。他不只是在开门而已。无论如何，门打开了，谢了，大夫。从大夫刚下载的那些资料来看，最高级保全系统有个很大的漏洞。这跟任务有什么关系？是没关系，但是我得搞清楚，失踪的资料应该是从网络上被偷走的。谁会有这个权限？那时候嘛，只有设施指挥官有这个权限。去他的办公室调查一下。好的，收到。好，我们来找办公室吧。扫描附近地区，侦测到老旧地等的卡格科技。哦，拜托，这样很可恶哎。糟糕，有紫衣兵！迪比，解决他！遵命，少尉。即将损毁。该死！杰迪，我们失去了后援。可恶！投出破片手榴弹。好了，搞定，我们快去找办公室吧。设施指挥官办公室长什么样子？不知道，应该是很大的门，挂个。所以，巴德想要失踪的资料是吧？东西长什么样子？如果资料是从网络上抽走的，应该会存在某种外接硬碟里吧？戴尔，指挥官办公室从这过去。这门卡住了。干得真好，戴夫。好，指挥官办公室，找找看。戴夫，把这打开。拿到了，控制中心，好消息，找到资料硬碟了。D 小队，感谢。知道我们最想看到什么？后援部队。什么？你在哪里？发射井，我们找到了，但我们被包围了。该死，我们马上过去。该死，他们玩真的。天哪，我们才离开五分钟啊。是啊，这太扯了。把我们消灭他们！都解决了。
清空控制室了。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不用客气，我们的火箭还可以用吧？可以，信不信由你。太好了，那就找一个地方让戴夫接上线，顺利的话他就能启动发射程序。全交给你了。好了，连线了，开始发射程序。第一阶段已加压，开始发射。错误，错误。丁小队，我们有个问题，发射井的舱口打不开。果然，我就觉得太顺利了。巴德，我们有哪些选择？闪源，防爆门是挡不住火箭爆炸的。收到，那就撤退吧，往走。液压外部电源甚为开启。我们要把舱口打开。什么？小子，听你老爸的话，你们得逃出去。该死，我们是为这个来的，就该把它做好。执行点火测试。防线封很足。戴夫，跟我来。一号引擎点火。该死，这一名这小子。我得学会不要再跟着你走才行。是啊，你慢慢学，先把那个舱口打开。我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那附近一定有手动控制装置，我们打上去吧。这怎么掉？一点点不。拜托，十五秒后发射，我们快走，快点，十秒后发射，大夫，没时间了，快点，传下去，不行，大夫还在外面，谁管他，他只是个机器人，那又不是他的错，记住了，升空。他真不敢相信。沙曼，我们已经准备好撤离了。
欢迎回来。哦，还有一件事，吉安发现我们跑去黎明之锤乐园度假了，而且跟我预测的一样，他不太高兴。他对我大吼大叫一顿之后，再来就换你们了。你们全速控制中心，收到。来吧，该面对现实了。等等，先让我去见吉恩吧。在你报告前，我先安抚他一下。不好意思啊，菲利中士现在是在展现圆融吗？随便你爱怎么讲，我们已经开战了，虽然目前还感觉不出来，我们都要取得共识才行。好吧，如果你觉得这样有用的话，我真希望你在发射井的时候就这么听话。嘿，至少我们成功了。听我说 ，JD， 给你个建议，不要老想着证明实力。把工作完成就好。爸，我当时做的是必要的决定，而且必要的意思是你没有别的选择，当时并不必要，你也很清楚。你们在谈什么？你觉得呢？就和往常一样。嘿，你知道那只是因为他关心你吧？所以你比我更了解他关心别人是什么样子。好，我们要先进去了，来吧，戴夫。你讲这种话有够烂。我很抱歉。重点在于，你们两个其实很像，但你们都不愿意承认。巴德，数据在你眼前。什么？就这样？我还以为新的卫星会自动连上旧的。他找不到旧的卫星，没有远端通讯系统的定期排程，追踪准确度会降低。谢了，爱丽丝。你说话的语气并不符合你字面上表达的意思，所以其实你可以不用谢谢我。请别再说了，我还是没办法找到其他黎明之锤的卫星。不过往好处看，我不小心发明了能理解讽刺的人工智慧。来，你要的资料硬碟也许有帮助。帮我找出消失的卫星恐怕没用，但我会看。喂，等等，我们做的都白费力吗？哦，它能发射的。可是如果只有一颗卫星，要控制光束就会很困难。戴夫怎么了？戴夫遇到了几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呀？那样的问题。哦，我确定我这样一定会后悔的。我刺。各位，这位是新的杰克。你是哪来的时间做这个东西？我哪来的时间做？这就是我的工作啊，就是坐在这里制造一些你们不会珍惜、每次都会弄坏的东西。好吧，它有什么特别的？行动种类翻新，扫描功能改良，战斗与支援模组强化，它可说是独一无二了。然后呢？然后它任凭差遣。现在请恕我失陪，我还得去找一大票接连40年的老卫星。巴德，其实只有15个卫星不见而已。谢谢你，爱丽丝，你的讽刺资料库又要添一笔了。巴德，在我们开始之前，你设计精良的战斗模组已经准备好了。我刚刚说精良，其实是想要讽刺。我成功了吗？跟我来。建议你尽快装上这新组件，这样杰克就能作战了。哦，我会喜欢的。杰克能得到名为闪光的能力，把敌人闪瞎弄晕。
安装并装备好了，那要怎么使用？我来示范一下，过来。好，拿一把武器找好掩护，我们就开始测试。拿到了。爱丽丝，启动 A331。当然了，巴德。好，假设你有个目标躲在掩体后面，守得固若金汤，杰克的闪光可以解决。瞄准敌比再启动，看会怎样。敌运势数。杰克，闪光弹。好，解决他。测试程序完成。哦，这挺好用的。现在来试试复数目标吧，爱丽丝，启动 A332。来了，巴德。杰克放完闪光后，要再导引电力，等他充完电，再发动一次。我也要查潜在的巨目标。闪光弹！哦，一箭双雕，漂亮！做得好，需要的话可以再试一次。测试程序完成。是我无礼，不过杰克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了。我替你高兴，替你们俩高兴，但现在请把武器放回武器柜，然后就滚吧。你想赶我们走？你们发现了。总之，只要有适合的组件，就能强化杰克。去找吉恩之前，先去趟军械库吧，那里可能有东西能借用。哦，这个我们一定会做。很好，这样我就能回去工作了。巴德的意思是说，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谢了，爱丽丝。直话直说是爱丽丝比较讨喜的特征之一。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巴德，我知道吉恩刚把你丢来这里的时候，你有点生气。现在呢？哦，我过得很惬意，小工厂里安静又祥和。巴德没有说实话，在你们来之前不久，那时的他对首席部长很有意见，多次称他为……爱丽丝，不用讲太细。还有，你说出来做什么？我在迪亚兹下士的语调中察觉到针对你个人的真诚关切。因此我判断将你真正的感觉告诉他是恰当的。讽刺也不像样，照顾人也做不好。爱丽丝，你真的太像我妈了。还好他们又是自己人了。好的，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也不要忘了加入 UP 主的战争机器我的俱乐部哦。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拜拜。